1580谁看啊，被他们阴了一套，我操！啊，两三百。哦。也没事吧，实在不行就等三。嗯，先猥琐一点。那暴力感觉在下、啊。那猥琐一点呗。上面那个上面野区都没刷一个东西。感觉不急，不在，让他删了。我这开局有点爆炸了，被这两个人打成这样，有点爆炸。还好打野没来，不然要不晕。这刚一到感觉能打一套。没听过陈奕迅，没听过。网上说陈奕迅就是演唱会唱的都是那些，唱的都是一些大家都没怎么听过的歌，就他不怎么唱那种大家很熟悉的歌，他就唱那种大家没怎么听过的歌。你这血量打不了了，交屏障直接交。坏了。哎，回来杀这个。那你走吧，你直接走吧。还行。有助攻吗？有助攻，有助攻。感觉你不能走啊，这个。不能走，我吃个饼干，我回好多血啊，这饼干我。这种就是先上线慢的话就会有这种劣势，你看我先上线慢了被别人阴了一套，我们这对线就很难打，就一直被压，一直被压，一定要快点上线，就是你复活出生在泉水以后一定要快点上线去进草丛什么的。走啊，还好这小火龙没有助攻，没有人头还可以，那都没点人了。我这波先要接的，看烧不烧了。再打个 Q， 他有屏障好像。再打个 Q， 能打死他，打死他，那你打死他就行。打不死，杀了杀了，没蓝了，兄弟，别，杀不了。哇，你的床什么样子？等一下发给你看。看一下猥琐。他爆杀爆杀爆杀爆。他溜了。没事没事，我可以拉扯他。留个 W。你看这像这种情况、啊、我们就要用炮形态轰，知道吧？我前面打这露露一直用炮形态的，我不敢贴脸，贴脸容易被变羊掉，贴脸的话小火龙能一直打到你，你用炮形态的话你的位置就很安全，不会被变羊，像小火龙也不好打到你。但是当这个豹女贴我脸的时候，我就得用机枪了。这波先秒一个露露很关键的，金克斯不启动真的。哦、好大！我看着你们那个的，我下午睡的那个是瑜伽垫，兄弟。我
下练瑜伽，天赋看一下，问一下大腹卧推能推多少了？卧推，好起来啦！ 拉扯，哇，这平野怎么那么痛啊？我操，一边12.5，那就是50咯，那就是50。卧推50斤，没事，很牛逼啊，兄弟！我可能连20都推不了啊，你很牛逼了已经。你肯定推不了，不用想。因为一开始我也是从空杆推起，也推不太起来。 我深蹲能一边蹲20到25，空杆我应该还是能推得动的吧？快啊！我操，马上帅过吴彦祖了，大夫。我现在只有144斤。我操，那你快比我瘦了，我操。打露露呗。 不用炸弹了，小二，我杀露露都没炸弹。我说我不用炸弹。抽出守护反所得返100大米。我操他妈！可惜他不是塔姆，我操！哎呦！哎，你刚刚在就好了。 兄弟们都为什么乌迪尔不上啊？这乌迪尔在卖，你知道吗？可以打的呀，这波真可以打的，别卖啊！小丑能不能跳出来打输出啊？小丑，哦不，我操！嘿嘿嘿。 无敌了，完了，兄弟，你真要给他美女微信了？<笑>快发出去，兄弟，快发他发出去联系。打完这把冒号了，兄弟们，这个粉丝的这个粉丝福利就打到这里，好吧？咱们16级、20级、24级牌子啊，3个等级都可以上直播免费打一次的啊。 你升我牌子，我帮你打号，什么？这两天打还挺赚的，打的久一点，对吧？行，懂你意思，多搞，懂你意思，潜台词就是以后多搞 MVP 挑战。 他清钢影，他清钢影，打不了，看不动了，没人来。 不要停！就看明天是凤凰的最后一舞，还是左手的拯救之路。手不在落，兄弟，手不在落。他那几把打的确实手不在落，兄弟。 感觉团队又有一个人带出来。小虎玩的没问题啊！我操，这一次世界赛小虎说实话有点证明自己的意思啊。对。
但是就怕什么？我就怕稳定进校。对，我就怕他打韩国队稳定进校，你们知道吧？哇、哦，是大招伤害！杀了兄弟，我杀了，我扛住！好来，我五！哇哈哈！呜呼呜呼呼呼呼呼呼！直接退出去看 MVP 兄弟，去他了，不行。哎呀，哎，再给这粉丝打一把吧，兄弟。本来这把打完应该换号，再给他打一把吧。他差一把赚十二了，再给他打一把好吧，送一把给他。没办法，我们就是这么好，我们就是。